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聊聊袁腾飞，因为昨天啊，我说袁腾飞是台独，我发现有一些朋友吧，还是没有想得太明白袁腾飞为什么是台独。首先，我告诉大家啊，我老五啊说他是台独，必然是有原因的，而且我还要证明给大家看他为什么是台独。其实啊，袁腾飞是不是一个台独很简单。我用一句话就能证明，因为他是一个学历史的，而且他是一个对于历史上的典故张嘴就来的。为什么？大家可以看看袁腾飞自己的视频，然后他对于历史上的一些东西很熟啊，他比绝大部分的人都要熟。他不仅是一个历史老师，他的本专业也是学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历史上面给你动手脚，你要看他为什么动手脚了。成天说这个是会史，那个是会史，袁腾飞往里边夹带私货少吗？他不少，他在台湾问题上就给你再夹带私货。他为什么要在这上面夹带私货呢？他想要做什么？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明白。而且我今天还要就着这一期讲袁腾飞啊，在什么三胎政策上跟大家夹带私货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跟大家来聊袁腾飞，为什么是一个台独啊？首先呢，他在那一期节目里边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49年中国的内战停止了。49年中国内战停止了吗？昨天我就跟大家说了，58年的时候，在浙江、在福建，领空上面啊，中国大陆的上面的领空上面啊，台湾的国民党还派着国军的飞机来打仗啊，来打空战呢，是枪对枪、炮对炮的，而且还跟大家说了，当时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响尾蛇导弹第一次产生战果，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58年，都打仗了，这是内战的延续吗？如果58年那几次空战啊不算内战，那算什么呢？袁腾飞，你想要干嘛？58年的空战不算是内战的延续的话，那算什么？难不成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吗？袁腾飞，你想干嘛呀？你想干嘛？这不是内战，这是什么呢？而且我之前还跟大家讲过一个人，就是台湾的一个中将叫张延廷，他是一个中将，最近一直在带风向啊，在疫情上面带风向，说什么啊，大陆的疫苗不好啊，总而言之啊，带这种风向。这个张延廷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他是台湾啊，也就是中华民国国军啊空军的中将，然后他是一个飞行员出身。而且他自己还宣传自己是什么呢？曾经飞到过什么浙江温州机场啊，飞到过什么，广东澄海机场，都飞到过搞侦察。然后他今年60岁，我就说他60岁刚出生啊，0岁的时候，1岁的时候就能开着飞机到大陆了。那是几几年？大家算一算，60岁，今年2021年。60年就出生就能带着飞机过来了吗？我就不说别的，我说他20岁吧，20岁开着飞机就能到什么浙江温州的机场跟广东澄海的机场上空过来搞侦察。我想问一下，他20岁的时候是不是80年代？80年的时候，台湾的飞机还能飞到大陆的领空呢？80年的时候，中国的内战停止了吗？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那样，90年代啊，台湾的飞机还能在中国的沿海上空飞呢。张延廷啊，最近在疫情上带风向的这位张延廷啊，中将啊，他活生生的就证明当事人还活着呀。两岸之间90年代的时候还能把飞机飞到你的领空上面来，我想请问一下，这不是内战，这是什么？袁腾飞，你想干嘛？你一个学历史的人，你在这个上面你给我带风向是几个意思啊？我跟大家现在就跟大家解释来听，一个懂历史的，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研究历史，还天天宣传自己喜欢战争史，那两岸之间的战争，难不成49年就停止了吗？哪个历史教的？哪个历史老师教的？哪本历史书上写的？我都不想说什么停战协议、停战协定这些事情，两岸之间从来都没有签署过。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这活生生啊发生的空战，活生生现在活着的人，一个叫张延廷的台湾的啊国军空军的一个中将，自己啊当飞行员的时候能够飞到什么广东澄海啊、浙江温州的机场上空搞侦察玩？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状态才会产生这种状态？产生这种情况出来呢？你袁腾飞出来给我解释解释啊，这不是内战，这是什么呢？90年代内战还没有停止呢，
两岸之间内战啊，就算飞机不互相啊进入到什么对方的领空这种情况的话，什么时候才开始的呢？是那就是海峡中线的划定啊，美国人划的呀。美国人为了在中国赚钱，不想两岸之间打仗，就非得逼着台湾的空军你不能超过这个台海中线呢。这是美国人逼着台湾那边做的啊，90年代中国空军还是不行啊，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你看一看像袁腾飞这种人夹带私货夹带成什么样啊，一个懂历史的人非得在历史上面给你藏私纳垢啊，给你藏私纳垢啊。我就想问一下，49年到90年中间经过了几十年，经过了40年，将近半个世纪啊，这个内战还在持续啊。那可是人家袁腾飞张嘴就是49年中国内战已经停止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他为什么要说这个东西？其心可诛啊！他如果说中国内战停止了，我就想问一下，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内战停止了之后，如果中国的内战停止了，那台湾现在就实质独立了，对不对？你袁腾飞，你不就想要表达这个吗？很多人还想不明白呢，很多人还跟着袁老师好棒，袁老师好呢。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啊，袁腾飞夹带私货的一个问题啊。他昨天晚上的时候发了一个视频，叫什么呢？就是关于中国的三胎政策啊，发了一个视频，里边啊给你恶心巴拉的揪了一堆莫名其妙不相干那些人出来喷。可是你喷也就算了，你中间你还在夹带私货啊。比如说啊，他中间说什么啊，他从小受的就都是这种教育。什么教育啊？就是说啊，什么政府来养老啊，什么要想富啊多种树啊，要想富啊少生孩子多养猪啊，什么该留不留八方牵牛啊。然后的话，他说他从小受的都是这种教育。我就想请问一下，你袁腾飞哪本书上受过什么该留不留八方牵牛这种教育了？你袁腾飞给我出来说一说，哪本书上写的？这些都是口号，都是标语啊。口号和标语是什么意思啊？都是每个当地政府，有可能是县政府，有可能是乡里边的政府，为了做一些当地能够听得懂能够听得明白的一些口号啊。你不能说它是政策，而且你袁腾飞说你从小受的这种教育，你糊弄谁啊？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那是口号，那都是标语啊。而且那些什么该留不留八方牵牛都放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早些年都是被当成笑话来看的。为什么会当成笑话呢？就是因为大家没见过呀。如果每一个人生活里面都见过这种口号的话，那好了，你袁腾飞有生活在北京的人，你告诉我北京哪面墙上什么涂过什么该留不留八方牵牛这种标语啊。袁腾飞你到底想干嘛呀？袁腾飞你到底拿了美国人多少钱啊？啊，你袁腾飞到底拿了美国人多少钱？美国人就是如此的棒，中国就是如此的不堪吗？中国人有没有坏人？当然有坏人。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那样，中国有一个强奸犯，难不成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强奸犯了吗？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袁腾飞一沾到美国什么都不说啊，天天把自己打扮的跟爱好和平的使者一样，你是天使吗？啊，你天天给我在这反战反战反战啊，一说起来什么核武器，你给我谴责一下美国，美国有多少核弹头啊？现在啊，现在还是美苏争霸时期吗？苏联已经不行了，俄罗斯已经不行了，俄罗斯的核弹头现在也是没有美国多呀。你美国那么多核弹头，要不要自己毁一点啊？啊，袁腾飞要不要号召一下？你在不是在油管这种平台吗？油管全世界哪个国家上的人都有，你要不要号召一下美国人？你把你的核弹头给我减半，你能说吗？你为什么不说这个话？你不减半，你就不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啊！我们就谴责你美国，你能说吗？不说。中国这边也没有政府层面出来说我要增加核弹头啊。一般的老百姓啊，一般的人出来说啊，在网上说那么一句增加点核弹头吧，不行，不干了。反正总而言之，中国人一般老百姓什么话都不能说，美国政府想要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情。跑去伊朗那边打伊朗啊，杀伊朗的科学家，杀伊朗的将军了。然后的话，这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行为，放到袁腾飞嘴里边，那叫正义行为。你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爱好和平了啊？袁腾飞，只要沾美国，什么事情都是好的，沾美国什么事情都是棒的。首先啊，包含很多的人都会说中国的舆论情况如何如何，中国的舆论情况不好啊，倒退啊，怎么怎么样，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我就想请问一下，袁腾飞是生活在哪里啊？在油管上传这种视频，说这种屁话，他是哪里人？你告诉我，他生活在哪里？很多啊，就像以前跟大家说过，有很多恨国党啊那种啊莫名其妙的一些自媒体，明摆着一看就是背后有他妈有，
有团队替他做一些视频的那些人，然后的话每个人都是片头做得好好的，字幕做得好好的，出来跟你说啊，还蒙着脸，一听口音跟个大陆人一样啊，天天说着中国大陆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把脸一蒙啊，我行行，如果说啊中国的舆论环境如此的不好，导致你们都是戴着面具的，袁腾飞为什么不戴面具啊？啊，袁腾飞为什么露着脸出来了？袁腾飞天天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美国都永远不提美国的事儿啊，我们坚决不能说美国不好。然后中国呢，一般老百姓出来说一句话，他都拿出来批出一集视频出来，这到底想要干嘛？谁跟我解释解释？这是袁腾飞啊。然后的话，我跟大家来聊聊啊，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舆论的环境啊。舆论环境就是这样的恶劣，好吗？天天给你洗着什么叫洗脑，这就叫洗脑啊！你看看袁腾飞的视频里面一个大学生啊，我也不知道哪儿冒出来那么一段话呀，说什么啊，死六亿人，中国死六人就好了。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个小屁孩儿，然后出来说一些中二的话，然后的话就批了，这不好那不好，中国就是有这些人，你带什么中国？中国有你这种人才是中国的污点呢，好吗？天天中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天天美国爸爸那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一说起台湾来啊，中国49年就已经停止内战了。我想问一下，那如果49年停止内战了，台湾跟大陆现在到底什么关系啊？什么意思？你一个学历史的，你还是一个老师啊，你本专业就是学历史的，你什么意思啊？啊，一般的老百姓说一些糊弄人的话就算了，你一个学历史的说这个什么意思啊？49年停止内战了，那现在台湾什么实质独立了是吗？内战如果结束了，台湾就实质独立了是吗？你这一张嘴就带风向啊，一张嘴就胡说八道啊，一张嘴你就是一个台独啊，你知道吗？袁腾飞，总而言之，大家发现没有，只要在这上面稍微有点不注意，这些人就能给你带起了一片风向啊。总而言之吧，动动脑子吧，大家动动脑子吧，看待这些问题怎么看，你看一看袁腾飞这些人你怎么看，你就知道了，好吗？这种人啊，就是垃圾中的垃圾，垃圾中的战斗机，活着都是浪费粮食啊！这种人，袁腾飞，你自己好好想，你对得起自己那张脸吗？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对得起自己的专业吗？一个学历史的，在历史什么夹带私货呀，编历史啊？什么叫历史发明家呀？你就是历史发明家呀！然后的话，天天啊出来跟大家讲历史故事，以后谁还看你讲历史啊？你这个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啊，造谣造谣造谣啊！造谣台湾啊，不，造谣1949年中国的内战结束了，造谣什么？你自己从小受的教育又是该留不留八方牵牛？你从小哪一本书上学受的这种教育啊？满嘴的胡说八道啊！这就是袁腾飞，袁腾飞，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自己也生了孩子了，你对得起他吗？你就这样当人孩子的爹的呀？你当一个父亲就是这样的父亲呢？说实话，为了赚钱可以，为了赚钱别太脏，自己有所保留好吗？有所保留好吗？好吧，今天这期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袁腾飞。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谢谢大家收看，再见。